来。两块钱呢？三块钱。40块钱，人品待你。今天生意是好是好了，这又是生意嘛。开门开不了，开不了。我这想的很痛苦，真的很痛苦。我卖了20多年，湖北巷没成立，我就在湖北巷待着的。就是热干面是武汉的特色，所以我就主打热干面。我天津市人，疫情发生了以后，只不过是我那个嘛样，只能在电视里关注武汉。我这一看疫情快结束了，我干一个。我一开始我以为到武汉这地方，这人可能都有变了，还是那样，挺好的。因为我看到他们有一些医护人员后脑勺都长包了，流脓了，说实话呢，自己也在流眼泪。开始，抗疫还在进行，我们只有众志成城。